每日成就推荐，偷战放马戏，完成这个成就之后会获得35颗原石，是满满的35颗原石哦。观众朋友们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直接上号吧，兄弟们，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成就，完成难度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首先打开地图，找到地图最右边的深境螺旋副本，传送下来之后直接进入深境螺旋的第一层，这里要注意是第一层，千万不要进错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队伍配置，我们只需要带上芭芭拉、克莱、丽莎这三名角色就行了。这里的芭芭拉和克莱不需要任何武器和圣遗物，丽莎只需要带一些精通属性，大家可以尽量多堆一点，多多益善。准备好这些之后就可以开始挑战了。我们首先将雷史莱姆聚到一起，然后使用芭芭拉的重击攻击给他们挂上水属性，再切出克莱使用元素爆发打出草种子，最后换上丽莎使用重击攻击打出超绽放反应，这样一来就能一次攻击到4只史莱姆。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实用小技巧，刷完这5只雷史莱姆之后直接点击重新挑战，我们就又能使用克莱的元素爆发了。使用这个小技巧，每一回合都能完成很多次成就点数，多刷几次就能完成超绽放马戏这个成就了，一共可以获得35颗原石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观众朋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对大家有帮助，不妨点赞、关注、分享一下，非常感谢。我是大老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八八六。